我们通过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可以实时的获取您健身的视频的影像，然后又依托于我们构建的云边协同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平台，可以给您一个健身效果的综合性的一个评价，从而呢让您有一个身临其境的虚拟的健身的一个环境和相应的一个体验。好，现在该亮灯了。嗯，拿吧。我说这不是销售啊，这不是销售话术。要好好好。我们的每一袋药材的包装上面都有这个二维码，那么患者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来了解这个药材它的质量信息、它的出厂信息以及它的生产日期等等一系列的详细信息，让患者的服用更加的安心。